猪油饭就是要配半熟蛋，将红油抄手倒进干面，这神仙吃法你们一定要尝试。各位对于老味道新包装的看法是如何啊？梅森今天要带你们到位于台中大里的经济面店哦，每天都是满满的人潮，征服他们的就是这个每日现包的馄饨，这可是传承了将近35年的好滋味哦。厨师利落的架势，三两下就将招牌给完成了。当然，吃面最基本的小菜卤味，怎么可以少切一盘呢？这里还有老饕必点的麻辣鸭血，梅森每次来到这里哦，没有吃饱是不会离开的哦。馄饨皮薄，猪肉新鲜，搭配自制的辣酱，实在太完美了。我最爱的红油抄手加到面里，我整个人完全被俘虏哦。还有接下来的葱油鸡干拌面和猪油拌饭，也是我推荐的名单哦。将半熟蛋搓破，让米粒沾裹蛋液，这个是标准的销魂吃法。若再配上鸭血卤味，还有各种小菜，我实在太饱了。Pretty weird that day when we did not exchange our hellos.